刚开始健身一定要坚持，我知道坚持的过程非常痛苦，也非常累，改变的过程也总是让人不舒服，但是当你压力大到快崩溃的时候，就去健身吧，不要跟别人讲，也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，没有人会心疼你。期待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。健身不是比赛，不是要比任何人厉害，也不是要比个高低胜负，而是要战胜堕落，战胜曾经的自己，比曾经。Sunday morning.